恭迎信达，今日龙时天地开张，天文岁主几百年九月十四日，龙水万头伫天宫，恭迎南坎黄国馆，讲即阵龙安坐老境大殿。龙水万头伫天宫，管理委员会董事长杨清龙，助理委员林俊杰，带领罗下将。三十年顶，恭迎信甲炮战公产，恭祝南坎黄国馆，讲即阵龙安坐绕境，世境大典圆满顺利完成，所有人员行一拜礼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一休。
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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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